艺人古巨基12月19日晚现身香港将军澳电视城，为节目《流行经典50年》担任嘉宾。近日有传天后容祖儿明年4月在香港红馆演唱会的档期改为8月，古巨基有望在这个时间接档开演唱会。《为我们世界巡回演唱会》的 Part 2现在确定了吗？对，刚刚18年5月份的演唱会要非常多谢大家，那个反应非常热烈，供不应求。那所以在19年我们找到这个红馆的档期要带来 Part 2的部分。那因为 Part 2，所以我们有新的歌单加入，然后也有新的制作加入，那我跟歌迷都非常期待着。另外，古巨基的太太最近传出有喜，活动前一天，古巨基和太太去参加阿娇的结婚签字仪式时，以一身宽松装打扮的古太非常匆忙地走入会场，无论记者怎么叫都不停下来，难不成古巨基真的要做爸爸了？我自己是期待着了，我是期待着了。那反正如果有的话，我一定会告诉大家。那多谢大家啊！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